ない何でもない君の笑顔を世界中で僕だけが知ってるほら素敵な君さ目立たなくて泣き虫で寂しげに顔伏せてる写信给我，我也回了一封现实信给你。不过有一点我很担心，阿姨告诉我，她好像在什么地方曾经见过我画的木偶，可是木偶的脸明明那么像永之助啊。妈妈的秘密，初恋回忆。你的现实信什么时候可以到？我早就猜到你会问这个问题了。阿姨你好坏哦。好了，我们走吧。大豆跑去哪里了？啊，那边那边。行了，看我的吧。啊，是龙三，他是你朋友吗？他是在附近经营牧场的。行了。好棒啊，叔叔你好棒啊！快点把盒子拿出来。好了，小弟弟。叔叔，你抓船真的好厉害啊！啊，我觉得他看起来长得好像谁啊？啊，跟永之助一模一样哎！我想起来了，我不是说过你画的木偶很像一个人吗？原来那个人就是龙三。嗨，你好，姐姐，你过来，你看，你看，是船呢。我看到了，好棒哦！你们家的客人啊，是我东京妹妹的两个孩子。哦，原来如此，难怪我觉得你们两个好面熟呢。叔叔你好。哈，你妈妈最近好吗？叔叔，你怎么认识我妈妈？哦，以前我们上同一个小学嘛。那我妈妈她功课好不好？当然很好咯。那我功课一定也会很好。你已经帮蝉取好名字了，拜托你不要乱叫它永之助好不好啊？我觉得永之助这个名字很好听啊。你真讨厌哎！玩下就好，待会就放它走哦。那才不要呢，好不容易才抓到的。不行啦，蝉的生命只能活一个礼拜，这样太可怜了吧？啊，只能活一个礼拜？永之助是真的吗？阿姨，嗯，刚才那位叔叔以前真的跟我妈妈很熟吗？是啊，以前我们大家都住得很近，双方父母也都很熟。我想他说不定还是你妈妈的初恋情人呢。啊，我也觉得他比爸爸帅多了。你都听到了，大豆，你继续跟你的蝉说话就好了啦。我觉得跟你们说话比较好玩。龙三叔叔，原来他是妈妈的初恋情人，原来我们母女都喜欢上长相一样的人，为什么结果妈妈最后居然嫁给跟龙三叔叔一点都不像的爸爸？喂，小紫啊，你的电话。哦，马上来。谁打给我啊？啊，是东京，不说了，你接了就知道了。难道是永之助？喂，我是小红豆。哎，小红豆，你还好吧？搞什么鬼？原来是你啊！你干嘛这么说啊？我是特地来通知你一件事的。
说吧，是什么事？那个小泽离家出走了。啊，永之助离家出走？我说的是小城啦。是小城离家出走？那你为什么要打电话来给我啊？说不定小城会跑去找你哦。他干嘛跑到仙台来？是这样的啦，昨天我碰到小城，跟他提到仙台那边，事情就是这样的。啊，居然有这么棒的地方，我也好想去玩哦。真的很棒哦，那里有温泉，烤肉也好好吃哦。那么要在哪里下车啊？所以你就把我们这里的地址跟小陈说了是吗？这怎么能怪我啊？我怎么知道他居然会离家出走？谁叫你要告诉他？我阿姨他们又不是你的亲戚啊。那这样好了，如果他去了，你跟他说大家都很担心他，你要他马上回家，知道吗？哎，小健，等一下，等一下啦！离家出走？小健说要是看到小陈，叫我跟他说马上回去。不过小陈他是想来投靠你吧？可是我真的好烦哦，我跟他又不是那么熟。他是个什么样的孩子？他那张脸醒的时候就跟睡着一样。小弟弟，终点站快要到了，起来吧。我本来就是醒着的啊，大叔。喂，请你等一下，小子，你的电话。难道小陈他真的来了？喂，是我，小红豆。原来是你啊，小鸡。刚刚我下去拿晚报的时候，在信箱里看到你说的那个木偶了。是小鸡放进去的吗？你真的觉得木偶的脸跟我很像吗？当然喽，超级像的。你这么说我好高兴哦。你那边有没有发生什么好事呢？好像又有什么不速之客要来这里耶。想不到这个晚上谁也没有来。姐姐，你怎么还不睡啊，大豆？你说妈妈要是嫁给那个叔叔，会不会帮我生一个像杨子那样的姐姐啊？我倒是觉得万一这样，那就生不出你这个弟弟来了。不会生我啊？当然了，既然这样，那就勉强要现在的爸爸好了。阿姨说楼下叔叔是妈妈的初恋情人，是他把妈妈甩了吗？还是妈妈先不要他的呢？永之助，我现在就放你走。永之助要好好的活下去哦。永之助，你要加油！小子，那位同学已经到了。他人在哪里？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龙三叔叔打电话来说，看见他一个人半夜在路上走。那他后来怎么样？昨天晚上龙三叔叔留他在那里过夜。阿姨，龙三叔叔的家在哪里？小陈这家伙只会给人找麻烦。早，你好。嗨。龙三叔叔早，昨天的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吧？别这么说，没关系，先进来再说吧。是，那就打扰了。嗨，小红豆，牧场的鲜奶味道特别香呢。好香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还装得什么事都没有的样子。我哪有离家出走啊？小健明明说你离家出走啊。我只不过是走以前没有说而已啊。这样还不算是离家出走啊？要是我跟家里的人说，他们怎么会让我出来呢？别说了，你要不要也来杯牛奶啊？还有叔叔自己做的起司哦。你千万不要客气哦，小红豆。对对，先坐下吧。好。小红豆，你不觉得龙三叔叔很像永之助吗？你有这么觉得吗，小陈？是啊。什么事啊？没什么，我们在说你很像我们认识的永之助。这个永之助是你们的同学吗？他是小红豆的梦中情人啊。拜托，你不要胡说好不好？可是人家对他没有反应。
你怎么知道是这样？因为永之助跑到杨子家的别墅去度假了。真的吗？太可惜了。叔叔，你做的 cheese 好好吃哦，请问还有吗？我这里可是牧场呢。你能不能客气一点啊？到你亲戚家的时候，我一定会客气点的。你还想去我姨丈家？反正顺路嘛。谁管你顺不顺路？你跟你妈一模一样，小红豆。啊？以前叔叔也经常讲不过你妈呢。叔叔，你是不是因为怕女人的关系，所以才一直不结婚的？也许吧。叔叔，你还没有结婚啊？是啊。那样不是很亲近吗？不像我们家一大堆女人，烦就烦死了。所以你就离家出走啊？我想利用放暑假的机会出来溜达一下呀。原来是这样。哎，小红豆。小橙，你老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就算这里是叔叔家，小心也会被他赶出去哦。我吃饱了。啊，小红豆。特地寄了限时专送给永之助，想不到他居然不在家。该不会像小陈说的，跟杨子到伊豆高原别墅去度假了吧？姐姐，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听说妈妈明天要来耶。啊，跟爸一起吗？不是，听说爸爸工作很忙，所以公司不让他休假。休假？就是放假的意思嘛。应该是休假。啊，答对了。妈有一个人来。啊，万一妈跟楼下叔叔两个人碰面的话。不晓得为什么我突然好担心哦。你看，小红豆的妈妈变得很漂亮吧？对呀，而且年轻多了。好，马上打电话跟小红豆说。小翠，啊，你说我妈？是真的啦，小红豆，你妈真的变得好漂亮哦。如果你看见，一定吓一跳。是吗？你听到了，怎么好像不太开心啊？你妈变漂亮了，难道你不开心吗？我是很开心啦。你在哪里叫开心嘛？你应该说啊什么的才对啊。好了，小翠，小薰在旁边吗？他在呀，从昨天到现在老盯着奇怪的木偶看，而且傻兮兮的笑呢。讨厌，你干嘛这么说嘛？那个木偶是怪怪的啊，你自己不觉得那个木偶怪怪的吗？不用说了，讨厌，你看那张怪脸。惨了。小橙，你怎么了？为什么坐在这里啊？这下完蛋了。这下完蛋了？难道你家人来了吗？啊，我跟他们说我会自己回去，他们偏偏要到仙台来抓我。你家人是不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怕你又跑到别的地方了？叔叔，你为什么穿成这样？没什么，我约了别人在仙台碰面，顺便送送这个离家出走的小孩。可以走了吗，小陈？好了。小红豆，那件事我骗你的啦。你骗我？哪件事啊？就是昨天我告诉你永之助到杨子家别墅去的那件事啊。是真的吗？我怕你在乡下太无聊，所以才故意逗你的嘛，对不起了。我走了，叔叔，我们走。搞什么鬼，我太好了。祝你假期愉快。讨厌鬼，以后不要再乱编故事骗人了。真受不了他。楼下叔叔说约了人在仙台碰面，到底是约了什么人呢？
小子，你干嘛操这个心嘛？可是他们两个都打扮得那么漂亮。第一，你妈妈明天早上才会从东京出门，她到仙台应该已经中午了。是这样没错了。啊，哎，真是对不起。是不是因为阿姨告诉你龙三叔叔是你妈妈的初恋情人啊？难道不是吗？啊，他们以前是很好，不过那是念国中的时候。高中一毕业，龙三叔叔就到澳洲进修牧场管理了。啊，姐姐，姐姐，嗯，你看，永之助回来了。原来你说的是蝉啊，永之助他记得怎么回家哎。这种蝉到处都是，说不定是别只蝉呢。才不是呢，声音明明是永之助的，永之助真的回来了。你可不可以帮他改个名字啊？再帮他改名字，永之助就太可怜了，他好不容易才记住这个名字。嗯，讨厌。妈妈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啊？美人街吗？嗯，说不定跟你爸爸出去吃饭了。哈哈哈哈，没想到大豆这么想听到妈妈的声音呢。才不是呢，我只是想问问他明天几点钟会到啦。这我知道啊。啊，是哦。过来，过来。杨子，快过来啊！哈哈哈，他也知道自己叫杨子啊。姐姐，快点，快点啦！你为什么这么急啊？到底什么事嘛，大豆？啊，那辆车！哦，真是太好了！你们两个是不是正准备要去接妈妈？龙三叔叔，小子，大豆，这几天乖不乖啊？妈妈，这几天很乖哦，你说对不对啊，姐姐？为什么会坐在龙三叔叔的车上？你们两个都到车上来吧。好，小子，你也上来啊。啊，我要去买点东西，你们先回去好了，回头见了。小子，啊，对不起，那就麻烦你哇，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妈那么开心。小翠说的没错，妈真的变年轻了，还是很帅啊。万一妈跟爸说要离婚，我跟大豆该怎么办呢？要是以后都住在仙台，那就一辈子都见不到永之助了。小子，啊，小子，妈，我在这里。小子，你怎么搞的？干嘛一个人在这里？大家都好担心哦。那叔叔呢？龙三叔叔他回去了，给你。这是什么东西啊？是早上永之助拿到我们家来的。永之助？对呀。这孩子看起来挺懂事的。早上你在家啊？当然在家啊。那为什么昨天晚上打电话回家都找不到你？我还在想你会不会跟龙三叔叔约会呢。我一直都这么想。而且早上妈你坐龙三叔叔的车子来。坐下再说。龙三叔叔他昨天晚上多喝了点酒，结果就在朋友家过夜了。早上我正在等公车，他刚好开车经过，所以你就搭他的便车啊。小子，是不是你阿姨跟你胡说些什么了？
说龙虾叔叔是你的初恋情人，所以我才会担心嘛。以前我的确喜欢过他啊，我是说念小学的时候。嗯，那现在呢？现在当然不会了，你忘了妈已经嫁给你爸了。龙虾叔叔念小学的时候跟永之助长得很像吗？你不觉得永之助比他帅吗？啊，哪里有啊。啊，交换日记，永之助特地托妈送来给我的。想不到你寄的限时专送我收到了，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限时专送呢，我真的吓了一跳。听小静说小城离家出走去你那边了，要是这样的话就不用托你妈妈带日记，直接跟你说就行了。哈哈，这个永之助真是的。姐姐啊，永之助找你。大豆，我警告过你了，一只蝉有什么了不起的嘛，你不要老是叫我过去看好不好？现在我可是很忙的。这次的永之助是个人呢、在哪里？电话啦。哦，小红豆，看过我给你的日记了吗？啊，我正在看呢。我正想送到你家里去，结果你妈妈正要去仙台，真的好巧哦。对呀、比现实专送快多了。以前我没有见过你妈妈，她好漂亮哦。真的吗？而且又很温柔，要是以后你也能像他这样就好了。永之助，我妈她也有提到你哦。真的吗？她说你看起来很懂事。这样啊，这么说我怎么敢当呢？你走开，傻子。喂，小红豆。对不起，刚才我弟弟他。小红豆，你后天就回来了对吧？我会记得带礼物给你的。哦，那怎么好意思呢？夕阳好漂亮哦，这么漂亮的夕阳，真想继续给永之助看一看。夕阳好漂亮哦。觉得自己真的好幸福，不过一想到妈妈的事就有点担心。龙三叔叔虽然是妈妈小学时代喜欢的人，不过现在难道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我跟永之助以后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到仙台这么多天，好不容易回来了，永之助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嘛？回到家一看，送外卖的小健居然坐在客厅里，而大豆却跑得无影无踪。下一集小红豆，爱情的外卖滋味。看不出来小健居然这么懂事。ただ寂しくて、ただ恋しくて、僕ら抱き合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ふとよぎる悪い予感ほどくように、君は Say